说，爱的誓言那么真，句句话儿都在心，放声大哭，为伤痛的心找条路。就算眼泪已干，像花儿一样凋残，绝不放弃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大雁年年在搬迁，今年大雁心儿乱，已被放弃，双翅无力落沙滩。就算落下沙滩，也与恶圈弱肉强食在林间。等我用大红花轿抬你回去，来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如果你考得上，我们就高官任坐，骏马任骑。如果你没有考上，我会在家里等你回来，咱们男耕女织，团团圆圆的过日子。不管考得上考不上，你都要平安的回来。爹，以后再也不分开了吗？对，以后都不分开了。百般公子都放飞，养花一家。娘，我饿。驸马陈世美，目无尊长，横行霸道，恩师应该参他一道。他考上了金科状元，便已成了天子的人。他和我虽有师徒之名，但实在是……陈世美，收受贿赂，以权谋私。恩师可有耳闻呢？听见一些风声，可
哭却凿证据，学生可以下去探个究竟。文正，此事莫心急，你慢慢查就行了。恩师，你对庞太师都无所畏惧，区区一个陈世美，恩师就怕了吗？哎，老夫真后悔，当初助他当上了驸马。如今他已逾风间，我手上却没了人，真是报应啊！恩师，学生当时已经提到，陈世美这种人绝不能姑息，姑息足以养奸，否则今天不会尝到养虎为患这种苦果了。你也学会教训恩师了。学生岂敢岂敢，只是实话实说。自作孽不可活。陈世美，你必然会陷入泥潭，永远爬不出来。驸马爷就是不吃啊。下去吧。是。昭昭，你有事瞒着哀家？没有啊。你不说，哀家就找驸马说去。母后，就是，秦香莲真的没死。那这么说，那天庞太师带来的那个秦香莲就是……这么说，你跟皇上联合起来骗哀家？母后，母后，儿臣知错了。这两天儿臣心里也堵得难受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你可以找哀家来商量啊。但是儿臣真的很难跟母后启齿啊。快起来吧。如今这秦香莲是绝对不能再留在这世上了。儿臣已经跟驸马暗示过，可是他下不了手。总之一句话，秦香莲必须要死。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母后，儿臣已经送走了他，以后都不会回来了。再以后呢？你儿女长大以后，他们回来认祖归宗呢？这事关皇室的声誉，绝不能侥幸。哀家今天挑明了说，要么他们三个人死，要么你们一家四口死。明白吗？之前你是故意的。你别怪我太狠心，我不是容不下秦香莲。秦香莲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怪只能怪你自己，既无情又仁慈，把整件事情都搞大了。现在是你要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了。荒唐！既然知道是与驸马爷有关，为何不前来禀报？大人，
凌轩姑娘说了，此事定要保密。可知是找何人？这凌轩姑娘可没告诉我们，好像是陈御史的一个亲戚。嗯，二弟，你找我。大哥，坐。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？今天送到香莲了吗？来。啊！刚才我想到我上京赶考，跟你重逢的时候，我是一介白衣书生，而你是一个刚刚反水的镖师。是啊，就像昨天一样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像这样喝酒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一个草民和一个刀客，就凭着那股酒后之勇，几句豪言壮语，我们上了京城。到最后，我当了西台御史，而你当了带刀侍卫。而且像我们的誓言一样，把那个庞文给扳倒了。那天的事我也历历在目。就像这样说了几句醉话，结果成了真。可我们再也没有像那样醉过了。来，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自由，可是现在好像失去了自由。二弟，人在朝堂身不由己，就跟在江湖上一样，你既然进朝为官。不不不不不不，你们呐，都把我当作驸马，当作西台御史，以为我无所不能。你知道吗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我若不这样说这样做，一样有其他人会去做，所以我必须这样说这样做，才能保住我每天可以顺顺当当的退下朝廷，走出衙门，上完公主的床。二弟，你喝醉了。我才能安安稳稳地睡个觉，而不是第二天醒来像庞文那样，多年的基业就在这么短短的一个时辰之内变得灰飞烟灭。二弟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你想喝酒是吗？来，大哥陪你。不能得罪人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每天做的事，都是他们想让我去干的，爱让我去干的，逼着我去干的。现在他们还逼我去杀人，逼我去杀人。大哥，我们在结拜之时曾立下誓言，同甘共苦，祸福相依。你要杀谁，大哥去办事。说，杀谁？秦香莲母子。杀谁？秦香莲
无子。杀亲相连，太后已经放话，此事闹得不可收拾，若不是我死，就是他们一起死。兄弟，你没有了自由，是出于无奈，那是被逼的。可你摸摸自己的胸口，你的良心上哪儿去了？啊！你的良心上哪儿去了？啊！有良心的人可以坐得上这个位置吗？我还要良心来干什么？韩青，我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好，那我就要你今天给我报这个恩。我报。好兄弟，钢刀见血，钢刀见血，方为报恩。虽非同生，但愿同死。口不应心，人神共怒。大哥，弟对不起你。记得，钢刀见血，方为报恩。过了今天，你将不再是我二弟。
从你娶了公主那天起，驸马就是你今生今世唯一的身份。你想摆脱，唯有死。如果你以后敢骗我的话，我就让母后和皇兄杀了你。要么他们三个人死，要么你们一家四口死。娘，都等了多久了呀？已经一昼夜了。爹爹来过吗？你爹太忙了，我们不等他了，我们先赶路吧。啊，世妹，你怎么连公公婆婆的灵位也不要了？那我就帮你收着吧。你不是已经派人去了吗？为何还来寻哀家？此去均州路途遥远，儿臣怕韩琦错过了秦香莲，求母后助儿臣一臂之力。哼，下起手来真够狠的。来啊，传大内高手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一大早就走了。那他往哪个方向去了？往仁和门方向走了。仁和门，均州。娘，不怕不怕。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一晚好吗？娘，尼菩萨的脸好吓人呢。那是关老爷，是好人，他会保佑我们的。睡吧。韩大哥，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来送了吗？韩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来杀你们来了。杀我们？秦小姐，请放心，我的刀很快。你为什么要杀我们孤儿寡母？我别无选择，非杀不可。韩大哥，你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之人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们？你跟我无仇，
但跟陈世美有。像陈世美，是他，是他让你来杀我的。是。韩大哥，我香莲究竟做错了什么？我千里寻父，只为求一家团聚。他让我躲躲藏藏，我躲就是，我藏就是。他在公堂上与我形同陌路，好，我不认他就是。如今他让我走，我领着孩子就要离开京城，我成全了他，他为什么还要你来杀我们？是什么？你都已经放了他，成全了他，不会再回来了。可他为什么要杀你？要赶尽杀绝呢？韩大哥，我此番进击，你都看在眼里，你真的忍心杀我们吗？可我韩七有恩当报，他对我有恩呐。有恩？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必当报。韩大哥，关老爷他看着呢，你要是还要杀，就在关老爷面前把我杀了吧。关老爷自古也是忠义之人，我韩七也是，现在就是我了断这段恩情的时候了。再说一句，将你要杀我们，你要想清楚。韩某只求报恩。当年你为什么要杀孙副院长？他是助纣为虐。那你现在又是在做什么？我我如果杀了你，我不也是助纣为虐了吗？陈世美可以忘恩负义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否则我不也是助纣为虐的人了吗？金香莲，你现在马上带上孩子回军中去过安生日子，不要再回来了，记住了吗？快走，快走，等等。你不能回军中了，你带着孩子，你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到你们的地方，快去，快，快，走，走，不能回军中，不能回军中。不是我反悔了，是驸马爷说钢刀见血方能报恩。钢刀见血，好，韩大哥，你杀，但你能不能放过我的两个孩子？求你了，韩大哥！韩大哥，你把他们抚养成人吧，钢刀见血，
杀我就是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来，东哥春妹，起来。和韩伯伯在这儿有话要说，你们闭上眼睛。娘，听娘的话，好好做人，不要做官，好好读书。闭上眼睛。韩大哥，你杀吧。韩琪，今生今世对不住你了。韩大哥，你是壮士，行走江湖，你对得起自己就行。这陈世美没有良心，刀韩琪不能没有。小莲，你带着孩子，你快带着孩子，快走。记着，不许回军州。是丧尽天良，助纣为虐，不杀；便是不仁不义，忘却旧恩，钢刀见血。陈世美，我韩琪今天就把命还给你。韩大哥，韩大哥，
你离开京城之后，回家的路上要小心，驸马府眼线众多，万一被陈世美的人找到，那就不好了。包姑娘，多亏你了，麻烦了。我们就先在这个地方住下，以后的事情我们再慢慢商量吧。嗯。回禀太后，臣等无能，请香莲母子已回到京城。不是让你们斩草除根的吗？秦香莲身边有一个女子护卫，那女子功夫了得，臣等实在不是她的对手，只能先行撤退。哼，一个柔弱女子都对付不了，还大内高手，一群废物。臣办事不力，甘愿受罚，还望太后宽限几日，小人必定找到秦香莲母子。这一次要是再办不好，就不用回来了。下去吧。是是。在陈世美的哀求下，太后再次派大内高手追杀秦香莲母子。
何人如此大胆？相爷的轿子也敢拦？请问是哪位丞相？除了当朝丞相王延龄，还有哪位？还不快点滚开！民女有冤，请丞相为我做主。这位女子，喊冤应去开封府或者大理寺，为何拦老夫的轿啊？民女秦香莲有天大冤情，请丞相为我做主。来呀、啊，在，把这位女子带回老夫家中，好生安置。稍后，待老夫亲自问话。是。是。是谁的干脆？谎言总是使人。